那我没有新增规则了哈，那这边因为已经做过了，我用管理规则，里面的话呢，就是可以看一下，如果礼拜六的话，那这边有公式，就是这个等于 weekday A2，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选取范围的左上角那个储存格当成基准，如果呢它等于7的话，那底下给它一个格式，那礼拜天也是一样，这个地方改成 改成一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哈？那礼拜六、礼拜天就有不一样的颜色 ，OK。 那这个部分的逻辑是函数的逻辑，那光做的话就要做很久。那如果说今天呢，我的需求这样，我希望按个按钮，它就可以帮我全部跑完的话，那就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把刚刚所讲的部分哈，做成 VBA 的程式。那所以呢哈，基本上当然我们也是按部就班，第一个就是如何产生上面 的日期部分，那因为在 VBA 里面没有 eday 函数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用类似的方法的话，可以用 dayAdd 啊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就有了。好，云端白板应该还记得了哈，我们下载的网址就是这个网址，好，GOO.QG 嘛，好，对。那这个网址进来的话， 一样云端白板，我上个礼拜的东西也放在上面，各位可以在这边找一下。基本上呢，在云端白板里面的函数练习里面的这个日期与时间函数 ，OK， 那里面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哈，刚刚讲的都在这里啊。如果你忘了没关系，这边还可以参考的。设定格式化，那年历部分的话，我如果说第一个当然建立一个副程式，这个副程式名称 sub 名称哦，就像年历。 那首先，当然我如果今天希望输入什么呢？让使用者去填入什么呢？填入第一天日期的话，那我可以用什么？用 input box， 这边可以用 input box。那 input box 上面呢，就是请输入年历的第一天。那我输入一个日期之后，会放在 A2 的储存格。好，所以第一行的意思是这样子。第二的话呢，产生这个月份的第一天，包含就是第二月到第12月。那这里我可以用什么 dayAdd。 在 VBA 呢，如果你要对应到这个 Excel 函数的那个 eday 函数的话，可以用 dayAdd 这个函数，哈、哦，那这个函数的用法大同小异啦，不过它这边会需要前面告诉他说，相差的月份，还有呢相差几个月，哈、哦，那因为我从2开始，所以把它减1啦，因为相差一个月，就1月跟2月相差一个月嘛，哈、哦，然后再来是 3的话呢，就相差2个月，以此类推。那跟哪一个日期比呢？跟我们的 range A2， 实际上这个是，这个第二列。